把这角落里多撒些石灰和雄黄，还有你们这墙根底下，梁柱上都好好查看一遍。可千万别再跑出条毒蛇来了。奴婢请皇上、皇后娘娘万安，请嘉贵人安。起来吧。宜贵人呢？我们主正陪着宜贵人呢，太医也来过了，说宜贵人母子无碍。很好，很细心。奴婢谢皇上夸奖。 如意，臣妾给皇上、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宜贵人如何了？哎呀，这怎么会又是遇蛇又是腹痛，听得本宫心惊肉跳。说来也怪，不知为何，从梁上掉下一条毒蛇，吓得宜贵人牵动胎气才腹痛。太医也来看过了，如今喝了安胎药睡下了，嗯，应无大碍。 俗话说：“惊蛰到蛇出洞，今儿是惊蛰，遇蛇也是有的。”宜贵人有孕不适，今儿个又遇到这样的事情，这实在怕动了胎气啊。皇上，宜贵人怀有龙胎，此番受了这么大的惊吓，实在可怜。臣妾听闻蛇乃至阴制毒之物，骤然侵扰景阳宫，怕有什么不利啊？ 皇后的意思是，景阳宫靠近玄穹门，地气潮湿，若是往后再有蛇虫鼠蚁惊扰了龙胎，那该如何是好？且景阳宫现在正在翻修，依臣妾所见，不如将宜贵人迁居别宫居住。迁居别宫？这一时间打扫出别的宫院，只怕是宜贵人也住不惯呢。若是宜贵人愿意。 臣妾宫中倒是可以暂住。皇上来了啊！别起了。臣妾今天受到这番惊吓，真是怕以后再也见不到皇上了。你别胡说，朕还盼着你为朕诞下一个皇子呢。皇后啊，宜贵人本是你宫中的人，让她挪去长春宫居住，有你照料，朕也放心呐。是。 皇上，臣妾有事禀告。方才臣妾与皇后娘娘于协方殿过来，正是因为二阿哥病着。皇后娘娘，如今二阿哥病得正厉害，您哪里还能分心再去看顾宜贵人呢？永莲病了，要不要紧啊？怎不早些告诉朕呢？都怪臣妾疏忽了照料，还请皇上允许臣妾将永莲先接回来照料，待永莲痊愈了，臣妾再将永莲。 送回协方殿，是啊，皇后娘娘，既然分心无数，不如先专心看顾二阿哥。哎呀，若是没有贤妃娘娘，恐怕宜贵人今日也不能完全了。依臣妾看，不如就由贤妃娘娘先为照顾宜贵人吧。贤妃娘娘本就替皇后娘娘协理六宫，行事又贴皇上的心，由贤妃娘娘照顾，最为合适不过了。 皇上，今日幸得贤妃娘娘沉着，帮臣妾驱赶毒蛇，否则真的不知道臣妾肚子里的孩子会怎么样。不过，臣妾是断断不敢在这儿住下去了。贤妃，你意下如何？皇上，臣妾未曾生育，不知该如何照顾有孕之人啊。 你说的也是朕的顾虑。虽然贤妃未曾生育过，但把大阿哥照顾得多好啊！若是如今连贤妃娘娘都推脱，不敢看顾龙胎，那这宫里恐怕再也没人敢担这个职责了。贤妃娘娘可是怪嫔妾从前言语失礼，今日得贤妃娘娘救助，嫔妾满心感激，还请贤妃娘娘能看顾一二，别叫嫔妾再住在这里了。 如意，皇上，臣妾即刻回去将偏殿收拾出来，供宜贵人居住。宜贵人还不要嫌简陋才好。怎么会呢？以后
可要叨扰贤妃娘娘了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你和三宝把冻暖阁收拾出来，宜贵人很快就搬过来。奴婢会好好收拾。宜贵人怀着龙胎，延禧宫上下一定要小心照顾。这个自然，宜贵人这样的好福气，奴婢自然会小心。姐姐，海兰。姐姐，今日在景阳宫受惊了吧？你消息倒是灵通。坐。如今宫里个个都盯着景阳宫呢，有什么风吹草动不知道的？往后这宫里的眼睛得盯到延禧宫来了。姐姐的意思是说，一个景阳宫就足以引来毒蛇。往后宜贵人迁宫了，这延禧宫岂不会成为蛇虫鼠蚁纷至沓来之地？我正担心这个。姐姐别担心，你看，姐姐，你看，这些是什么草？这个是薄荷叶、艾叶，还有半枝莲，都有驱虫辟邪的功用。我想着做一些香包挂在延禧宫里面，希望可以驱邪避灾。你也觉得宜贵人遇蛇十分蹊跷？是啊，你想宜贵人遇喜，人人都伤心呢，怎么会突然出现毒蛇，又这么恰好就落在宜贵人的住处？姐姐，今日若非你沉稳，宜贵人他们母子的性命便很难说了。是啊，是巧。皇后娘娘恕罪，臣妾擅作主张，实在是有不得已的内情。你主意倒大得很，说来听听。臣妾知道，皇后娘娘关怀宜贵人，想接宜贵人到长春宫居住。可皇后娘娘细想，到底是二阿哥要紧，还是宜贵人母子要紧？二阿哥得的是孝正，须得在您身边细心养护。可这宜贵人孕中娇弱，心里说不定多介意呢。若是到时闹出什么不快来，皇上也只会怪罪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又何必将这种苦差事揽到自己身上呢？更何况宜贵人受到惊吓，日后必定会日夜折腾，反而影响了二阿哥养病。皇后娘娘今日抛下二阿哥到景阳宫去看望宜贵人，皇上已深知您的贤惠了。嘉贵人所言极是，奴婢看皇上对二阿哥上心，定是会常来长春宫探望，这也是皇上与娘娘修好之机。若是宜贵人夹在中间，反倒诸多不便。再者，万一宜贵人有什么差池，那也是贤妃的不是，与娘娘无关。那可不成，皇嗣要紧。若是宜贵人这一胎是个皇子，本宫定要亲自抚养。赵姨太呢？赵姨太去协方殿接二阿哥了。林星正在将偏殿打扫出来，以供二阿哥养病居住。嘉贵人，是本宫错怪了你，难为你一片心，事事为本宫思量。臣妾自当年嫁入前邸，能在这后宫有立足之地，无非是皇后娘娘照拂。否则臣妾什么都不懂，又是个不知忌讳的性子，说不定皇上早就嫌弃臣妾了。你的心思本宫都知道了。好了，别跪着了。谢皇后娘娘。宜贵人那里闹了蛇，
双喜，主儿，一贵人那儿的蛇，别是你那儿跑出去的。不能啊，奴才养的都是无毒的蛇，再说了，奴才竹篓里的蛇一条都没少啊。那就好，还是把你的蛇扔了吧，省得旁人疑心咱们。撤。来，主儿，听说宜贵人被蛇一下挪去了贤妃宫里。挪去了贤妃宫里？嗯。除了皇后照顾有孕嫔妃，再是本宫分劳，哪轮到他惹人嫌？真是越俎代庖。